他耀眼亮相，以华语乐坛新晋全能偶像之姿，迅速冲顶娱乐圈顶级荣耀席位。2019年，他横扫各大音乐榜单，所向披靡。EP Young 一经上线，就突破了4000万销售额。出道之后，专注创作，用多首原创作品惊艳乐坛，持续散发对舞台的执着和热爱。他就是年度音乐偶像蔡徐坤。有请蔡徐坤上台接受荣誉加冕。恭喜蔡徐坤，请发表荣誉感言。今天好冷哦，刚坐在下面觉得蛮冷的，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。然后非常非常感谢时尚先生，也非常感谢时尚集团。每一次我们在杂志的拍摄过程中，其实都有非常多好玩，非常多有新意的事情。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够继续更多的合作，那自己也会出更多好的音乐作品回馈给大家，谢谢。